欢迎来到芭蕾外男孩 <S Project s o l t e d podcast。我是小铺，不专业的芭蕾门外汉。我是 George，跳芭蕾环游世界的职业舞者。所以，为什么是芭蕾呀、啊？而我就跳芭蕾的、啊，不然要聊什么？ 听众讲一下，我刚才干了一件蠢事，因为 George 他们最近，呃，Northern Ballet 是他就是工作的地方，然后出了一个舞蹈剧叫做 Victoria，然后因为他点开那个链接啊，就是我就是看了一下之后，我一直以为他这个舞蹈剧是用 Victoria 当做是背景，然后呢，他的这个剧叫做 Pay as you can，然后结果他只是呵呵鼓励观众去 don Donate。 哈哈哈哈因为是免费的 content，所以叫请大家就是看完的免费看完以后，可以去<哪>去懂那我,我会不会被听众笑啊？哈哈哈哈哈！我刚才想说，我呸，这跟我呸有什么关系？我要 <laughs> 考我怎么唱？我,我快要笑死了。因为呢，这个我们會为什么会之所以想要叫这个舞蹈剧？第一个，首先是因为。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正式的舞蹈，那所以我们可以有幸直接，因为 George 在里面工作，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舞蹈的一些背后的原因。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它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是免费开放给大家看，是非常难得的。的然后再来第三点是，我自己看完之后，我就觉得里面有太多就是令我很震惊的画面，然后就是有一些。 融合现代舞、芭蕾，还有情绪张力很够的，你就会吓一跳，就是一下子宛如就是一个清新小区一下子有如八点档，一下子又有如回归到一个很诡谲的气氛。我觉得太有趣，所以我就跟 Joey 讲说，一定要来介绍这个芭蕾舞剧，叫 Victoria，不是 Pay as you can，但是你也可以 Pay as you can，好丢 <laughs> 脸啊、哦！好的，那我们就回到这个部分。好，我想要请问 Joey，就是这个 Victoria 这个剧呢是？ 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是疫情前、疫情后呢？然后就是为什么还是会坚决在疫情的时期推出这个舞蹈剧？想先了解一下背景。所以其实这个舞剧是我们二零一九年一月份开始工作的一出剧，所以那时候疫情还没来嘛。嗯、然后我们工作了到三月，我们三月首演，二零一九的三月。嗯，对，所以。 我们现在会之所以可以给观众看，是因为我们已经拍成电影版了，然后也在戏院里面上过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变成我们舞团的一些 archive 进到我们的公司的目录里面。对，各位，其实呢，你们现在真的是享尽眼福，因为这部剧原本可是月线片，OK？对，完全不用注册 Netflix，直接去 YouTube 搜寻 Northern b l a k e s Victoria。 也或者是 Northern Ballet Pay As You Can <laughs> <laughs> 都可以。嗯嗯，好，那你们后来呢？这个呃上映之后是为什么会决定用免费公开的方式在 YouTube 上面就是进行播放？呃，会进行免费的播放，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演出嘛。那观众也是很急着想要回到剧场里面看剧，嗯，然后所以我们最近就有一个舞团就。 出了一个计划，就是 online digital dance the platform 的一个平台，嗯、就是免费的，在二月和三月每两个星期更新一次，嗯、提供观众有一个线上视觉的一个响验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嗯嗯，嗯你们好佛心哦，真的，因为还是要跟观众有一个互动，你不能完全没互动。那你疫情结束后，他们就。 不会进来忘记你了，对啊，他们肯定会记得说有一个舞团，还非常好心的一直心灵支撑着我的疫情生活这样子。对，而且他们就是觉得借由 social media 网络、嗯、可以散播给更多的人，嗯、像台湾的观众也可以看得到。那可能未来<错>可能两厅院或台中歌剧院或卫武营有机会的话，也说不定看了我们这一次 YouTube 的 link，、嗯、然后开始喜欢上我们团也说不定。好的。 那就是各位观众，如果假设你今天已经看完呃这个 Northern Ballet Victoria 的作品了之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各位就是稍微解析一下这部剧。那当然就是由 j o 来负责，我就负责发问。<laughs> 对，<laughs> 好，那主要想问一下，就是呃 Victoria 她这个女王，她就是一个很传奇性的。 呃，一个人物，那他的历史非常的复杂，所以在这边不提。我主要想要询问的是，你们是截取他，是用他的形象去创作，还是他发生的事情？那整个故事大概是在讲什么？还是他就是一个自由发挥的意象？所以维多利亚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然后，因为她是女王嘛，嗯、所以她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历史记载的，嗯、但都是以别人写她的故事。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 research，在做研究的时候，他就有讲说，我们决定要用这个方面来探讨维多利亚的故事，是因为什么样怎么样。然后结果最后的决定是我们要用女儿的角度来看妈妈的故事。哦，oh, 所以是。 你们想象编剧跟观众，她是女儿，然后去看她妈妈是怎么样在女王这个头衔下的一些生活，这样子。对，因为她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了，嗯、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编舞家是一个英国目前很有名的编舞家，叫做 Cathy Marston。 就是凯西·马斯顿，就是你你最爱的你最爱念的中文。<laughs> <laughs> 好，你剥夺了我的乐趣。<laughs> <笑><笑>对，反正就是 okay, 嗯，Cathy Marson 她编的，那她自己是一位女性编舞家，然后所以她就觉得要用女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嗯哼，所以就是以她最后一个女儿 Beatrice 来重写母亲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这个。 剧当中，女儿看待妈妈的视角是用怎么样的氛围？是用缅怀呢？温馨呢？还是是觉得悲悯？就是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整部剧，整部剧是以有一点像《Beatrice》，就是最后一个女儿她看着妈妈的一些日记，嗯，叙事性的感觉，对，然后把它重写，写给呃大众来看，嗯，那所以。 截取妈妈的部分呢？就我们想知道说这一部剧大概有分几个？我要怎么讲段落嘛？如果以一般人想象下，叫段落章节，有分几个章节？所以，假如要在芭蕾里面的话，我们会是说第一幕和第二幕啊，幕啦幕啦，嘿嘿，对,哦、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两幕两幕芭蕾，中间有个 interval 就是中场休息去上厕所。嗯，嗯那你们上下幕主要有什么？ 剧情上面的差异嘛，比如说一般如果是叙事，我想象中可能他就是在讲他的青少年时期，或者是在讲他老年的时期的差异。他上下幕有什么样的差异？好，这就是这个芭蕾非常复杂的地方了，嗯、就是因为编舞家决定要用像电影手法的那种倒叙法来编舞，哦、所以呢，观众看下来虽然那個感觉既定印象是好的，但是观众看下来，卢萨萨嗯比较悬一点。 对，就说哎死了，怎么又回来了？哎又死了，你知道这种感觉。班杰明的奇幻旅程维多利亚版本 <laughs> 这样子，有一点对。所以嗯，要讲要一开始讲的话，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第一幕的时候，就是维多利亚她死去，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 funeral，就是丧礼的部分。嗯，我记得他那时候想想要用丧礼来开头，是因为丧礼是一个很大的场面，很震撼。对。 所以要先把观众坐住，对对对，嗯，要镇住那个观众的心，所以他就用丧礼来开始，然后也开始讲 Beatrice 为什么这么重要，对维多利亚，为什么她最后的女儿对她来讲意义这么重大，嗯，所以先来介绍最后一个女儿在她心目中的位置。那那她小女儿为什么这么重大？那就是到整个芭蕾的最后就会告诉你了。哦，一路揭晓。 先让你知道有一个人很重要，<對>然后就就埋一个玄机这样子。对对对，有,有就这个芭蕾里面其实蛮多编舞家讲是礼物给观众，有很多小小的小小的礼物，让大家自己去慢慢挖掘。就是你在可能你第一次来买票，你可能看不懂；但第二次买票，你又读了节目册，你又有对这个人有更多了解，你就会越来越感觉到编舞家想要埋下来的礼物。对、啊，嗯。 那整个故事都大概是讲什么？比如说他从他死去了，那因为其实中间有很多比较抽象的地方，比如说他丧礼结束之后，有很多男生出来蹦蹦跳，就是丧礼，<對>那就是丧礼，对，哦，就是一个祭祭祀的仪式这样子，对，祭祀的舞蹈的那种感觉，嗯，好，那接下来道逊应该在演他们的宫廷生活，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像比如说。 呃，葬礼结束之后，下一幕有一些，那应该是他女儿吧，开始跟一个呃，我看不，我比较看不出来他的那个角色的男生一直独舞那一部分是要表达什么？所以，呃，独舞的部分那个人是 John Brown，是一个维多利亚在阿尔贝特王子死亡以后，他就跟 John Brown 这个角色非常的密切的分享他一些心事，然后也慢慢产生出恋情。哦 哦，oh, 在讲他看他妈妈跟这个人谈恋爱，愛但不是他的爸爸，懂。Oh, 所以他非常的不喜歡、oh, 这样子，我就看懂了。他不是非常不喜欢，嗯、然后也不希望，呃，历史有记载到这这一点，所以就把呃他的日记重写。哦，哦，你这样讲完我就有起鸡皮疙瘩了，要不然我对不对？你对啊，我刚才就突然起鸡皮疙瘩，要不然我根本看不懂这双人，我就说奇怪，这个女王怎么突然间跟一个很不像国王的人在跳舞？ 对，然后又因为他的他的那个仆人也不算仆人，工作人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私人的那种随扈啦，随扈，随扈啦，对啦，这样讲好听多了，什么仆人、工作人员，然他觉得我们很对啊，反正就是产生恋情嗯，对，所以他的女儿在旁边就是一直从头到尾拿着一本书，那就是显示他拿着日记本嘛，他在读那本日记本。那我很好奇的是。 接下来啊，就是他妈他他回忆，第一个是去回忆，就是他妈妈死之后，她第一个看见他的恋情。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小女生在读舞，那个是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小女生那个日本女生就是哎，欸、對,对对对对，她是年她是饰演年轻的 Beatrice。哦，各位观众，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很好奇，是因为有一幕就是 Beatrice 她在地上的时候，就突然间旁边出现了那个小女生，然后她的手。 就是他，就有点像是你知道，有些人就喜欢把两只食指跟中指当成是脚在那边弄来弄去，嗯、然后他就突然间对着镜头把脚往前的时候，那个旁边女生就突然间跟着跳起舞来。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说那个是要表达 Beatrice 她内心的她自己呢，还是什么？那就是就是觉得解答，原来他是在讲他以前的自己。 对、哦，我觉我觉得真的很电影手法耶。你这样讲我就看懂了。但观众看得懂吗？你知道？我看不懂啊，所以我才需要有这己解析。我觉得有这己解析之后，我整个就豁然开朗。不然我必须说，我看的有一点觉得有点难过，是不是？我的那个意境还不到那个地方。嗯，对对，所以我们舞团还蛮喜欢用年轻跟老的角色来。 诠释整个巴黎有一定有 Old Beatrice 跟 Young Beatrice。各位观眾，哎、欸，其实各位听众，你其实可以边听我讲解边用两倍速看这个剧，因为其实我现在就在这个状态。<laughs> <laughs> 现在呢，目前的话，就是导演还蛮新奇的是，是他用一个世界地图去展现，它是一个呃政治性的一个氛围。我觉得他要把地图，就是把它抛在那个女王身上，应该就表示他拥有大英帝国，对不对？呃，其实他要去印度。 然后、哦、你看，果然需要。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哦 okay、他把地图放在地上，然后他、嗯、他就把地图拿起来，然后开始捆，然后就变成印度的服饰。啊、嗯、！Oh my god！各位听众，鸡 <laughs> 皮疙瘩。对，哎、欸，你这个小彩蛋真的不靠讲不行。各位听众，在二十二分十四秒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他就是把那个拿起来，把它变成印度服饰。 哎、欸，这种小彩蛋如果没有人讲解，我真的是听不懂、欸。哎，我要是再更前一点，我还想说，就是帮它做成那个厨房的围兜兜之类的。哎 <laughs>、欸，这果然是要很细腻的编舞家的那个角度跟整个历史脉络把它串起来。对，因为就是要讲说他<哇>他要去印度，因为皇室家族常常会去巡礼，或者是去哪里当女王，不落帝国。对。 天哪！哎、欸，果然需要跟你这样同步去讲解。我真的觉得我要求我强烈的许愿要开这一集是对的，要不然我看完我就觉得哦，好美好华丽，那我不懂要看的，就是这样子哈、哦。对，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跟着剧情来到下一页，他就再继续看日记。哎、欸，妈妈还在一直跟这个男的谈恋爱。对，这段历史应该代表他其实是蛮大的，对女儿历史上其实是人尽皆知、公开的秘密吧？我觉得应该是。 要不然怎么可能整个角色？因为像传绯闻这样子，就大家都知道。哦、但是女儿不希望，女儿不喜欢，然后想要重改历史。谁喜欢啊？谁喜欢？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啦。没有人喜欢谁抢自己的妈妈，或者是妈妈跟她觉得可能地位比较不相当的人在一起，这是很正常嘛。对。那接下来 Victoria 就突然间跟她的男朋友，她呃跳来跳去之后，突然间对一个很像国父遗像的人在。 摸来摸去，那个是要表达她想念她的老公吗？前夫，前夫，她的前夫。哦、<對>这里我就有猜对了，因为她前夫死去，在一八六一年的时候，Albert 王子他死掉，嗯、所以他就是对他有那个，他就想念，又愧疚又想念吗？对，我不知道有没有愧疚了，但就是一个想念想念他。我觉得这个演员很厉害耶，是他的表情给的很十足，就是他他跟这个男朋友就是。 很焦灼的跳完双人舞之后，还有涌上去那个呃，各位听众真的就是类似国父遗像的那种半身像 <laughs> 對，真的是。现在去慈湖可以看到很多，<laughs> 然后就很难过的去摸上他的脸，<laughs> 然后女儿就一直在台前一直在阅读那个日记，然后突然间女儿就像琼瑶似的把日记甩在地上，我不想听，想聽对，开始撕。你你假如 <laughs> 你只要仔细看他那，我也很喜欢 <laughs> 呃，Beatrice 那时候演戏的那一段，就是。 他一直撕那个页，然后一直舔自己的手指，然后翻下一页，然后就是很整个很情绪化的就开始想要重写历史，所以下一幕就是他重写历史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在我面前翻书舔手指，我真的觉得很恶心。就是，但我是喜剧效果啦，只是 <laughs> 突然间想到就是要舔一下才翻页啊、嗯。因为有些人是是那个手指操真的会那个舔一舔手指再去翻，是不是都是细菌啊？嗯。 好，然后女儿很想重写历史，所以她很愤怒的跑过去他爸爸的那个果腹遗像那边，开始抱着他爸爸说：“爸，为什么妈要跟这个男人谈恋爱？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激情里跳双人舞？哦，我不行了，我生气，爸，放开他的手！哦，他他把他妈的那个脚掰开，就是想要把他从那个男人身上就是拉开来。这一段就很酷哦，这一段就是重写历史的时候，就是代表他在改写他的日记。” 哦，他想他进去哦，所以他们两个還在,還在他的意思应该就是想象中他进去这个历史里这个情节，他想要对时空對各位哇，他们还有时间停止术啊，好厉害哦！他他说时 <laughs>、啊、他说时间停止了，然后开始在撕日 <laughs> <laughs> 好新潮哦！那突然间有一堆就是身上那个有网状的男人出来跳舞是什么意思、嗯、啊？ 一堆男人出来跳舞，有一个人掏出一把枪，居然把男朋友给枪毙了。请问这是 Beatrice 的想象吗？不是这个，所以你刚刚说有一堆人穿着，他其实男女都有在里面，但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嗯，我们大家都是穿有点像呃鞋管颜色，然后鞋管的那种线条的东西。所以呃，那些人编舞家是称为他们叫红色的人，红色的晋级的巨人。<laughs> <laughs> 红色的人就是 red people，red <laughs> people 就有很多，嗯、他们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他们可能是 Beatrice 的身份，可能是 Beatrice 他内心的想象，他的想法，所以他的一些 emotion，他的情绪，都会以这些群舞来解释，烘托场面的感觉。有点像是他的意识流，用更强烈的方式去显露出来。对，他就像是他，如果用简单一点来讲。 他就像是他肩膀上面的天使恶魔，然后变得有更有各种情绪版本的感觉，这样对，然后让场面可以比较大一点，丰沛一点，对，去衬托他内心的。然后你刚刚讲说有一个枪，嗯，所以在历史里面，大家很不喜欢 John Brown 那个角色，然后就那时候有人就记载说有一个刺客就是在远处把。 不让枪毙了，哦、所以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哦、这一段的故事。我们芭蕾里面有讲到。懂。那接下来有一幕是枪毙<對>了之后，他的内心狂妄狂妄嘶吼，然后突然间全部暗下来。小时候的他跟他妈妈在一起写日记跟跳舞，这、就是他妈妈为什么那么悲伤啊？妈妈应该不在那那个那一幕里面呢、欸？那不然那是什么？他就是重写日记这一段，就是。 他的所有，他就是日复一日，一直在写，一直在篡改日记。然后你在这边可能可以看到有红色的书和蓝色的书，所以蓝色和红色的书，嗯、蓝色就代表 Beatrice 重写过的版本，红色代表妈妈的日记。哦，そうですね。所以你看后面的墙，整个舞台的道具后面的墙都是红色的书。 哇，这真的是细节。嗯，然后接下来结束之后，突然间有一个很热情的灯光打开来，然后一个穿红色衣服、金发碧眼的帅哥举手开始一直跳舞，但是妈妈很痛苦的颓废坐在沙发上。这就是想要表达什么？这个小帅哥一直在跟小时候的 Beatrice 跳舞，所以那个小帅哥叫做 Lico，Lico 是 Beatrice 的爱人。嗯。 然后他们两个到后面结婚了哦，然后就有一个婚礼的片段。对对对，那那为什么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妈妈要要这么痛苦的在后面哭哭啊？所以前面讲说最后的女儿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是最后的女儿，她最后生的一个女儿，嗯、所以她对她是紧紧抱在怀里的。所以突然有一个男人要来抢，把她的女儿抢走，哦、她是多么的不舍，<懂>所以是那种感觉。嗯、所以后面才会有一个画面是。 妈妈一直想要拉开那个男的跟 Beatrice，对，碧翠丝啊，碧翠丝啊，<laughs> 好，那现在碧翠丝又在跟他同年的跳舞，哇，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叙事一个皇宫贵族的一些奇闻异事，然后就是用。 我必须说，我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像电影的手法啦。对，然后下一幕就是呃，Lico 他去当兵，然后一去不复返，因为他就在战争中死掉了。啊、然后就是 Beatrice 的低潮就开始了。啊，我目前还在看到 Beatrice 跟他谈恋爱啦。对，那我们往后看一点好了。啊，看到 Beatrice 难过了，因为她的未婚夫死掉了嘛。嗯，对。 然后所以他开始砸日记。对，最最后第一幕的结尾就是他把妈妈的日记全部都砸到地上，然后我们家红色衣服的人就是开始很用力的跳舞，然后让 Beatrice 的情绪可以再放大一点。反正最后就结束在他砸日记，然后幕就下来了。嗯，他就狂砸，然后不想那个幕就慢慢落下来了。嗯，对。那后来第二幕的一开始是呈现。 呃，这个是女王吗？她从一身华服褪下来，变成白色的衣服，这是要传达她脱下束缚，还是要举办什么婚礼吗？还是什么？所以第二幕的一开始是女王年轻的时候哦。所以是不是就整个很不搭嘎，就跟第一幕很哦，对耶，她整个那个表情或者是她跳舞的姿态都年轻起来了，对，就是没有那种比较成熟女人会有的那种。 利落跟沉稳感就变成是一个很轻飘飘的一个很灵活的个体，表情也不一样。对，然后，然后我想要补充的，你等下听完应该也会毛，所以你在第二幕幕拉开的时候，你应该会看到书架上的书都没了，因为都掉光了，都砸光了。哦，哎、欸、靠，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欸。哎，各位听众，欢迎用两倍速奇跟我看。<laughs> <laughs> 然后呢？然后呢？所有的人就是 Beatrice 在整理。 蓝色的书，嗯，所以第二幕一开始就在整理 Beatrice 手上的日记，所以就是蓝色的书。然后你到整个芭蕾的结束后，你就会发现 Beatrice 把整个书柜都改写了，都变成他自己蓝色的书。好好这是整个芭蕾最后要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他的角度来看妈妈的故事。对，懂、哦。我第二幕真的是变得很。 蛮意向的，不是我要说。对，那以第二幕来讲，我觉得应该说是回到他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妈妈跟很多男生在跳舞，这是要展现他以前很有少女情怀的时候吗？呃，不是，是那个时候有一幕就是我的角色进来，然后从楼梯上下来，然后说国王死了。嗯，然后呢？ 维多利亚的妈妈就是一个一个，在我们的版本里面是用一个韩国人来演这个角色，嗯，他叫 v i c t o r 然后 v i c t o r 就会告诉 Victoria 说：“你要承担责任了，你要承担，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扛起整个国家了。嗯”但他又这么年轻，所以他就很紧张，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我不知道纱睡怎么说哎、欸，就是他有一个蓝色的绑带在肩膀上，我懂，就是他的那个。 女王或者是王公贵族才可以戴的那一种旗旗斜肩的那种旗帜啦，各位就像是有点像是你被<對>你那个模范社会扛斜斜的那一种模，<laughs> 但是是蓝色，哎、欸、对，而且是高级版啊、哦，高级版啊，好对，所以在那一段就是加冕仪式是不是？不是，那一段其实是很多 politician 他们政府官员他们在他们在讲操控他，不是他在说。 哎、欸，国王死了，你有没有听说这个消息？所以一开始大家都很惊讶，就说：“哎、欸，你有没有听到那消息？你有没有听到那消息？”然后就说：“女王等一下会来。”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这消息？就是开始八卦，那段是有点八卦，哦、七嘴八舌的开始那边就是讲说：“哎、欸，国王死掉，你有听说吗？”然后，嗯，所以女王才进来说：“我是你们的女王，现在我会承担一切。”然后、嗯、看着每个人的眼睛说：“我就是女王。”懂。那后来她是女王之后，她出来之后有一堆就是。 跳群舞，然后有一个男的，他走到台前，就突然间摸了一下他自己头，然后表示深思，然后突然间冲进去舞群跟 Victoria 跳舞。他就是国王，对不对？就是 Victoria 的老公是吗？呃，很高，有一个雅裔的人跳舞雅裔的不是雅裔的是选妃，所以那时候在选妃，有人很想要当他的另外一半。哦，不能说选妃叫选郎，对。<laughs> 所以，<Okay. S 2> 但他最后没有选到他。嗯。 最后是选到一个穿棕色西装的油头男子，油头男 Albert，对他叫 Albert，就是又在时空凝结了，又是那个肖像，就是那个肖像。嗯，哎、欸，我发现你们肖像好像没有按照这个演员的去做，没有啊，因为很多组啊，怎么可能每个人都一个肖像？嗯、哦 <laughs> 呃，看到自己脸被做成肖像，应该蛮好玩的，应该蛮酷的，<对>应该会跟他一起拍照。 哇，好多男人就是要跟她竞争哦。对，好开心的一幕，哦，女生看到都会很开心诶。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嗯，懂。所以其实，在回顾 Victoria 她刚上任的时候，在她的人生刚开始去开花的时候。对对。但其实我看过历史一些名著说，Victoria 当女王都一直没有很快乐。好了，这是 By the way，她的照片<对>就没有很快乐啊。对，所以她的发泄是哦，题外话。 他都发现在吃上面，我就有，呃，买了一本书叫什么《女王吃的秘密》，都在讲说她吃什么东西，真的、哦，嗯。但是我觉得那个作者的文笔很不好，很有趣的题材被他写的很深色，<laughs> 对，就是抱怨一下。那接下来有一幕就是，是他要结婚吗？就一群男生突然间趴在地上，有点像叠罗汉一样，然后他就踩过他们的背。哦，你这个，你你讲这个，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是我们都要疯了，因为他就很想要。 有一个红地毯哦，你说编舞家吗？对，编舞家。然后我们我们就没有道具红地板，那他就说，那男生来，全部趴在地上，<laughs> 一个一个让他踩。我就想，我靠，我们的背都好痛。<laughs> 然后那时候，哎、欸，不会受伤吗？脊椎？不会了，还好啦。但有人扶他，但是那时候就真的是，他就有一个想法，说我要一个红地毯。 而且我跟你讲，我好像观察出一个细节，你看对不对？有一群男生就是突然间冲上去，每个人伸出一只手指在他的头上，往前往中间一集合，那是要显示皇冠吗？哦，你答对了！天哪，我都而且这、哦、这又有故事可以跟你讲。我跟你讲，呃、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道具，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皇冠，嗯，很大，非常大，就是那种女王在用的，超大的，嗯,哼嗯哼就女王也不能戴太久那一种，嗯。 结果呢，我们的维多利亚第一组的头太小了，整个戴上去是戴头盔，<laughs> 所以呢，最后就决定不用那个皇冠了。嗯，对，所以最后我们就是用手来代表她的皇冠，她、哦、变成女王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用手美多了，有很有那个意象。但是有皇冠也是很高级啊，但是就是更具象啦。对,對啊，不然你要想要这干嘛？哦、这放在头上，你知道？ 像我这么有 sense 的人就知道啦，赞啦、啊！<laughs> 明明刚才从头到尾只有猜中一个，哇，他们真的有吻戏耶！有啊，他为什么要要演他跟他老公接吻？就是感情好，感情很好啊，就很爱 Albert，然后跟他生小孩啊，然后还有他们在房间里面做的事情都搬上台，真的假的？只要你看得懂的话，嗯、他们在一个沙发上，然后就一直旋转，哦，一直我看到了。 啊、哦！我看到他拍披婚纱要开始在沙发旋转了。对对对对对，那一段就是在讲，就是芭蕾 sex 的那种感觉。各位听众，芭蕾也是可以很激情的。哦，芭蕾超激情，而且好浪漫哦、喔。他他这一段很像现代舞诶、欸。对，他就是,就是他们在沙发上面就是各种非常流线，你你觉得他们很像在用身体书写他们的身体，我只能够这样子来形容。嗯，就他们。 每一个动作跟动作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支点是触碰在一起，永远都没有分开的一个很流线的行为，旋转、跳跃啊，哇，也、欸、蛮美的。我以为你要接我闭着眼。<laughs> <laughs> <laughs> 不错，这 ballet sex 还蛮浪漫的，它就是一个很恰到氛围、恰如其分的一个好处，就是又让太多，就会让你内心好像被勾起一个很热情的一个那种呃。 不能说性欲，叫就是觉得很性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我觉得可以讲性欲，我觉得可以讲性欲是就是非常的 sexual，嗯，对，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俗烂，或者是你搞什么东西呀、啊，你不会觉得肉欲，你是觉得是性感，然后是好看嗯，好，那就是他们就是呃，入完洞房之后，哦，怎么怎么还在继续摸来摸去，是因为 <laughs> 就是后续的一些。 形成的哦，OK，但在这边我又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嗯小小的礼物的、嗯，编舞家埋下的。所以在整个巴黎你会发现维多利亚为什么手一直要举在他的头上面，然后举一个 V，像一个 V 字形这样子，嗯,嗯嗯，然后脚为什么一直打开到大的二位，脚开开的，然后一直踮起来，嗯、那是因为编舞家他在跟我们工作的时候，他把每一个角色。 就先找到他特有的一些说话方式，嗯、所以像 Victoria，他是 Victor，Victoria 是 V、哦、很重要，所以他的它的东西都是 V，然后 V 又是很大很权威的一个动作。我的天哪！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V，这果然需要一个脚也是 V 读者手也是 V。 哎，我就有发现了，嗯、就就小小的，他常常就是手一直呈现一个大 V 或下 V，我我无法说出来那种感觉。但就是發現，我以为是因为他是王者，所以要平衡，<laughs> 也是有你自己的解释的那个地方了，对那后来就是他们就是跟她老公跳完之后，就有一群男生拿出一整排红龙，然后在里面。 很像机械时钟一样的在推进，就这边很酷哦，各位听众可以去看一下，大概在一个小时三十七分五十五秒的地方，就有一群男生很像是我自己觉得很像钟表的机械在前后移动，很僵硬。然后我想了解他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啊？所以那一段其实是我们叫做 The Great Exhibition，就是大展览的地方。嗯、然后这是 Albert 他办的活动，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变成像真的是机械。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怎么样可以一个动一个，一个动一个，然后变成一个机械的一个展览品。Oh. 然后就有一些政府官员来跟 Albert 来介绍这些东西，oh. 然后反正就是一个情境。然后最后结束就是维多利亚怀孕了。那我觉得他们有成功哎，因为其实这些男生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说他们是机械吗？原来他们就是想要表达展览品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一幕还不错，因为我当下。 当我在看不懂情况下，我觉得这一幕最让我开始有感触。哎、欸，他是不是要表达机械？嗯，对。哦 oh,，Oh my god，他羊水破了，他要生小孩了。演的很好吧？哎 <laughs>、欸，演的很好、欸。你真的是临时差在那边看呢、欸，<且>就我们在录的同时，你也在看。<laughs> <laughs> 这个这个比较好讲、啊，整个很惊讶。欸、<以>羊水破了。<laughs> 对啊，他羊水破了，就然后他生出来了一个紫色的 baby <laughs>。对。 所以他其实他整个人生里面有九个孩子，<laughs> 嗯，所以这一段其实就是蛮应该很好。这一段其实蛮感人的、呃，重复的，重复的哦，蛮、oh, okay. 重复。所以我们然后我们会怕观众会觉得、嗯、啊，又来一样的东西，怎么又来？但是你他边舞家又想讲他生了九个孩子的过程。哦，oh, 对，他们一直用就是布来表示他生几个小孩。对。 他挡一个挡一块布，嗯、然后出来以后就变成、嗯啊啊、对对对，然后这些小红人就变小孩了。对，小红人就变小孩了。你再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嗯嗯嗯嗯、这些小红人会哇一直重复所以这时候就很怕观众觉得厌烦、嗯。你说小红人会怎样？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小红人跟一群他的小孩交换，嗯、然后一个小红人换小孩。哦，懂。哇，那他那个行李箱有什么意思吗？ 行李箱就是每一年他要去做的旅行，他的公事，所以他他不是只有生小孩，他还有他只感觉是一年过了又一年过了又一年过了。过了好，各位听众，其实因为现在舞台上面就大概会有三个元素，一个是他的行李箱。 那应该是代表他旅程或者是公事繁忙。再来是他的那个是大英帝国的地图会一直出现，应该就是要展现他旅游或者是统治英国吧。然后又有小孩，我觉得是不是整幕其实要讲的是说，其实对 Victoria 这个女人来讲，她就是日理万机，又要兼顾家庭，又要兼顾她身为女王的身份跟职责，这样。对，真的是这样子。自己的猜想，真的是这样子。嗯嗯，那我觉得这一段的寓意还蛮。 还蛮明确的，就是都还算看得懂。但其实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上上一集在讲怎么制作一个芭蕾舞剧，所以像这个芭蕾舞剧，我们就是先有音乐，嗯，才有舞步。那那时候我们就有大概，编舞家就说我们有五分钟，我们要把九个孩子生出来。嗯，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急、很急、很急的一个一个生一个一个生，然后就看这样子时间够不够、哦。我看了也是很焦虑。<laughs> 他们那时候在编曲的时候就已经有预留时间给九个孩子的时间了。嗯嗯嗯，懂。那最后就是，呃，Victoria 她生完小孩之后，她抱着其中一个躺在幽静的窗台底下，然后作为结尾，我想要了解这个的寓意是什么。所以她在生最后一个小孩，就是 Beatrice，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那个主角，嗯、她抱着她以后。 生到最后一个生出来以后，丈夫就不幸去世了啊，哦、所以她就只感孤单的抱着她最后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她最后的依靠。嗯，然后整个芭蕾其实就在悲伤里面结束，然后所以最后的时候，维多利亚抱着她的女儿在地上痛哭。嗯，那那真实版的 Beatrice，她就去找她的妈妈，然后就说。 妈妈，你要赶快站起来。然后你还是女王，哦、你有很多身份，你又是妈妈，你又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嗯，反正你是很多东西啦。我懂，我懂。其实我觉得他这出剧，我觉得其实有一种心疼妈妈，然后又又对于妈妈有一种某部分有一些不可谅解，但是又敬爱她，又心疼她那种很复杂的亲情，去营造出的一个叙事剧本。对，我觉得我那一天自己看。 跟你讲完之后，我其实听完讲解之后，我心里的感动会比较真实。要不然第一次看，其实会觉得说，就是一个很华丽，然后好像剧情很创新的一个东西。创新是好的词吗？<laughs> 很好啊，创新有什么不好？像那种，我其实讲真的，我很少看那种现代芭蕾，所以我不知道原来芭蕾可以像，比如说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机械的方式表现方式。对，因为我以为那个是只属于剧场。 嗯、啊，比较一些创意剧场才会展现，但我没有想到芭蕾可以有这么戏剧化的表现，因为我一直以为芭蕾是以舞蹈为主，但我没有想到它可以跟戏剧是同样比例，而且你不会，你会忘记去思考说它是在跳舞还是在演戏，我觉得这是我看下来的感觉。嗯，对、啊。所以你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你是看不懂的，对不对？还是有稍微猜猜到？ 你就是我，就是很标签的觉得，哦，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但其实我并没有真的被，如果用英文词汇来讲，touched 或 moved，我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啦。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看的舞蹈剧太少，嗯、所以我比较难去多多的联想。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其实想要开这一集的原因，因为其实我看这出剧，我真的觉得它质量非常好，我也想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 然后，但是又不想让他们看了之后觉得芭蕾很陌生、不了解，所以我觉得其实借由这样子的两倍速同步观赏影片去看，其实能够有助于大家去更对于鉴赏芭蕾有另外一种心得啦。嗯嗯。嗯 对啊，那乔治如果以后还有什么样很不错的舞剧，就是也可以分享给我，我们再来做解析。好啊，对啊，哦，好爽、哦！你知道，就是请一个职业芭蕾舞者来帮我做导读，还不用付钱，我真的是蛮赚的。<laughs> <laughs>